大家好，帮帮统统看天下，我是统统，我是班班。好，我们来看这个弹头学者哈，这个弹头学者哈，常常说学者误国嘛，你写了很多篇的文章哈。弹头学者这些老生常谈啊，他们每次讲到台湾的经济的时候，就说产业要升级啦，升级哦，台湾的经济就有救了。谈了20年啦，台湾产业升级了吗？谈了，要升级，要转型，要创新啊，20多年，快现在还谈这个蔡政府的时候谈的最多的就是矽谷。不，蔡政府就是5+2嘛，亚洲矽谷，亚洲矽谷是一个嘛，生技产业嘛，亚洲矽谷嘛，2+2，反正这个也等于是一样的，这是变相的产业升级。对，要国家国造了这个变相的产业升级。那我们来看矽谷好了，我在矽谷待过，好，那时候在 Adobe， 那么全世界呢只有一个矽谷，那美国其他的州不想要复制矽谷吗？为什么复制不了？当然很多的条件嘛，就是这样子嘛，对吧？这个大学是条件，环境是条件，条件对不对？人的条件，才这个政策的条件，各种条件嘛，对对。所以台湾何德何能可以复制一个亚洲矽谷？我跟你讲，就讲一点，我们是人才外移最严重的国家。当人才外移最严重的国家，你就不要谈矽谷了，对不对？矽谷靠的是什么？人才啊。是，那你人，你自己的人都留不住，你还把全世界的人才吸进来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对，所以这是口号嘛。而且加州有一个很充足的底层的劳动力，从哪里来？墨西哥。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是，对，其实也未必是非法，他们就是季节移工啊，季节移工是另外一种，是啊，那就是说我这个苹果成熟了，或者草莓成熟了，或者怎么样子，他就来包啊，就是你。他们就从南部哈，按着时间，比如说春天的时候采什么水果，采什么蔬菜，然后一直北上，一直到冬天再下来，他就是照着这个季节在移动的。这个价钱是 negotiate， 不是按照美国的薪水。所以我们常常比美国薪水低。常在加州哈，你会看到这个开车在路上，在某一个十字路口就有那个墨西哥裔的，通常是父亲跟着一个小孩。那小孩通常会讲一点点简单的英文，父亲大概是不会讲，然后他们就有几箱水果，有时候可能他们是从农场嘛，然后那个农场主呢周末就让他们就是你可以拿去卖啊，你可以换取一些这个收入嘛，那么所以在路边就会可以买到很多加州各种的水果，什么火龙果啦，桃子啦，苹果啦，都有。对对，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季节移工，是一个现象。然后当然还有非法外劳嘛，哈。非法外劳当然就是他这个就是川普要盖一个墙的问题嘛，原因对对。好，那所以为什么喊了20年我们做不到产业升级，然后竟然还敢喊说亚洲矽谷，又真的是太离奇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就是。经验不足吧，或者是判断失去判断能力吧，我想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只有这样吗？可是为了选举啊，喊出口号看起来很漂亮啊。因为他不知道其他办法了嘛，所以他就是每一次总统选举都是要创新嘛，对不对？包括这每一任的都是讲要创新啦，要升级啦。为什么他好像是说你产业为什么老不能升级了？他也搞不懂什么叫升级，是都是你们的错。我今天做成衣就是因为那个缝纫机来做成衣，那怎么升级？你要做成衣的怎么升级？那买最好的缝纫机好了，就是这样子嘛。还有什么办法？就或者是最合理的一种安排，让每个人好像车就车这条线或怎么样分工，这些都不叫升级。但是什么叫升级呢？我不知道。升级就是说也许你做成衣，那你为什么不做巴黎的那种时尚的呢，或者什么东西？那要有条件嘛，对不对？所以你升不到那个地方去嘛，对吧？所以
所以你怎么升嘛？我们过去我们做产业的认为，哦，产业升级，我做成衣的，好了，我跳了，我不要做成衣，我做布，因为我布啊，这个投资比较大，所以我这个竞争力比较小，我做布啊，做布我反杀，哇，那个反杀的这个工厂更少了，那我的控制力比较大。如果再做上游去，我做这个化纤，哇，这个化纤那个啊，这化纤一多，我做化纤的原料啊，这所以。都是一层一层，我们那个叫做升级，其他我不知道怎么叫升级。那你现在说纺织业升级怎么升级？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跟这些学生，你要告诉我们产业怎么升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政府就组织了什么升级团，那些外行去来指导这些内行。我说有任何一个公务员他有这个升级的本事。那早被产业挖走了嘛，是就是空的嘛，对不对？最清楚产业升级以及有这种急迫性的，其实就是产业自己。对，就产业自己嘛，他最清楚嘛，对不对？所以升级不是问题嘛。那问题就是说，那升级不是问题，产业怎么办？怎么救呢？不要出去嘛。他为什么出去？他缺工，那你补上他的工人嘛，他就不出去了嘛。哦，他缺水，那你想办法解决水的问题。他缺电，那你就不要那么急的费这个费那个，然后你搞得你缺电，你就是要改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政府就是有个错误观念，哦，你外移，你劳动力集啊，这个是落后产业、歇业产业，那你们走吧，走吧啊，就是这样。所以走的这个果然走的一干二净，一干二净嘛。他没想到说，哎，这个夕阳产业成衣走了，布匹也走了，布匹走了，纺纱也走了，纺纱走了，原料走了。到原料走的时候，当这个陈友豪把他的PTA 资产扩建，那个 PTA 是 polyester 的原料，扩建之后300吨，我们突然300吨的这个250万吨的东西销不过去了，然后经济不说不得了，红色供应链来了。我说你怎么现在才知道了？我们讲了嘛，几十年了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才知道。所以产业外移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你要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这个产业出走是正常的。另外我们反过来讲，这个产业升级为什么很难成功啊？他说我们也成功过啊，我们电子业不是过去没有做，现在开始很红火。那我们回想一下，做电子业的时候，那是最早大概1974年76年的时候啊，也是李国鼎啊，这个孙运璇他们啊决定说将来的电子业会是半导体电子业会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所以因此啊，由工研院跟这个RCA 那双方签了一个合约，就是学半导体，那个半导体应该刚开始嘛，所以就派了一批人到这个 RCA 去学，学完了回来之后，当然他就至少他了解了半导体的运用，哇，会运用到电脑，会运用到这个音响，会运用到什么东西。然后后来这些出去的人后来都变成大企业家了嘛，包括这个什么这个 Acer 这些人通通变大企业家。但这个花了多少时间呢？花了15年才开始萌芽，就是像你种树一样的，15年才开始萌芽，20年才开始开花结果，所以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你任何人出来4年做总统，你就提出这些，到了他还种还没种下去了，就不要说萌芽了，就换了另外一个人就改变政策。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失败？就是你的东西就是不可行嘛，所以就是不务实嘛，对不对？不务实。那什么是务实呢？我们就把这个邓小平的话拿来用好了，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没错，是这样吧？所以什么产业是好产业？所以我才说，哎，你要去栽培一个新产业很好，你要创新做个新的很好，但是你要从开始到结果，往往10年、15年、20年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你已经有开花结果的一个大树在中国。开花结果，外销啊越来越大，你为什么不把它挖过来种到台湾？最快是把你挖起来种到台湾嘛，是就是产业外回流嘛。那如果你挖过来种到台湾的话，你就很快的嘛，4年之内你就可以看到成绩嘛。就跟川普讲的嘛，对，川普讲中国制造业回来不到4年嘛，3年的时间嘛，失业率已经是空前的低，50年来最低啊！这个就业人数最高，然后这个股票最高，
对吧？经济那、这个薪水在最高，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不是政策对的政策？所以我一直鼓励这些在中国、在越南开花结果、在那边外销的这些产业，统统把它连根拔起，移到台湾来。那唯一的，我们缺工人嘛。那么我们不能把中国工人搞过来，因为这个太复杂，对不对？那我们把东南亚的工人搞过来嘛，对不对？你就以他要多少，我给他多少嘛。你来，而且这个工人绝对比你在中国的工人更好，因为中国工人每一年就是他要回到春假嘛，回去春假的时候，有的想想，哎呀，太累了，不来了。所以春假一过，哎，工厂就缺工的。但是这边都是七月工嘛，跟你讲好了，两年三年你一定要待，所以经营起来就没有问题嘛。那边可能不满意这个罢工什么，这个不可能有这个问题嘛。我跟你契约定的，你要完成这个契约的这个情况，所以有太多的好处。而且另外最大好处是你一个企业在台湾，你了解台湾的这个行政的效率各方面的这个安全安心安全，你不会那边说你回扣给不对，他也来找麻烦你，或者是有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你在台湾才能永续生产，你到那边去，别人学会了，别人就来挖你的脚。但是高博，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是走错方向了。我们现在不要呼吁台商，我们呼吁台商的太太。对不对？这么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呼吁台上的眷属哈。其实，不管是个人去中国就业，或者是这个企业主去中国就业，其实都会有这个对于家庭的问题啊。就是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好处，说中间我没有讲的就是家庭纠纷问题，对不对？还有子女教育的问题啊。对，子女教育也是问题，对不对？你做丈夫的常年都在那边，尤其做干部的，他不能经常回来，对不对？这个成本的问题嘛，他一定待半年回来一次或怎么样，所以你这个亲情的关系都丧失掉，婚姻名存实亡，没有错了。所以这个损失是太多了。我记得我以前很早很早以前，我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了一篇文章，有台干啊，过了年要出国，他就很苦恼，就是说，哎，要离开家，要跑那么远去，又要很要改，要半年才能再回来，所以他就，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能在台湾呢？为什么一定要我们那么多在中国可能有100万人吧，也许台干啊或怎么样，有那么多人在海外打拼了，对不对？这付出了就是亲情嘛，付出了你的家庭和。可是我们必须很悲哀的说，到今天为止，不管是蓝或绿，我们都看不出来哪一个总统或是哪一个执政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么简单的问题。Linda 呢 ？Linda， 你那个是贵妇型的，你那个花色好像是最好。我是还蛮搭的。对，那我是每天一大早起来，这就是我的第一样的这个保养品，因为我就是赶快就先把它拿就围起来，因为一早起来比较凉嘛，我先围到脖子上再穿上我的。所以你也保护喉咙。对，最重要就是说，因为的脖子就是因为有时候晚上睡觉不是那么的，就是躺着这么好啊，因为我喜欢侧睡什么的啊，再加上就是说可能我们就低头族嘛，每天滑滑滑，然后再加上电脑看的就是很僵硬，或者是坐在那边开会啊，或者是跟客户讲话都是很正襟危坐的，所以这脖子就是有点紧，所以那把它这个就是每天早上挂上去以后，哇，就觉得马上有那个治疗的效果啊，就觉得哎，整个早上起来你的脖子就已经很柔软了，很舒服，所以我就是挂上去以后就刷牙洗脸做早餐，然后一直到也不要出门上班，哎，这样就已经热敷了一两个小时了，所以就觉得这脖子好像就已经是新的脖子了，就可以又可以快乐的出去再去找塔塔了。是。